找到你了吗？老公，我们去玩捉迷藏吧。行啊，那你找我。行，你去尝吧，十个数啊。好嘞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昨天我和我老婆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时光，现在回想起来都回味无穷。后来我老婆她，哎，我老婆呢？呀，我忘把她放出来了。